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教大家如何判断手表快没电。那一般这种石英表，它的电池的使用寿命一般周期大概是两年左右。那石英表快没电的话，会有哪些状况呢？第一个就是秒针会一次跳两格，然后第二个就是会走走停停，第三个秒针会一前一后的动，第四个时间会变慢，第五个时间会变快，第六个就是完全静止。只要有以上这些状况呢，都是电池快没电或没电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秒针一次走两格，就是像这个情形，有没有发现它的秒针很快的跳两格之后停，然后跳两格之后停。只要你的手表有这种状况呢，就是快没电的情况。那走走停停就是时间不准嘛。那第三个呢，秒针可能也会一前一后的动。那第四个时间会变慢，因为像石英表它的准确率很高，如果你发现一天慢个十分钟以上，代表就是手表的电池快没电。那相反呢，如果时间变快了，也是快没电。像有时候手表发现一天快个十分钟，不管变快或变慢，都可能是快没电。那最后一种就是像这种完全没有动的，这种就是里面的电池完全没有电力了。那只要发生以上这些状况呢，建议都尽快更换电池，因为如果像这种完全静止放着久了，它可能电池会漏液，漏液之后就会对手表的机芯造成损坏。所以建议没电的话，快发现快没电就尽快换，不然它机芯里面长时间没有运转的话，也是会容易故障。所以有些人不是会很多只手表它会搭配造型用每天戴不一样的，它会习惯把这个龙头拔起来，但是龙头拔起来它不是完全省电哦，它还是有在耗电，只是它耗的电力没有比时间在走的电力多，但它一样在放电。所以龙头拉起来是省电，但是有可能拉着你可能过了半年后或一年后才戴到这一只表，但它其实早就没电了，那这样放着就会对机芯造成损坏。所以我的习惯通常都不会把龙头拔起来，就是可能我有五只表在戴，五只表都放着，然后只要时间有在跑，我就会确定它是有电的状态。那如果停了或者是时间不准，那我就知道它快没电，就可以拿去表行赶快换电池，这样子就是确保机芯运作的正常，才不会造成机芯损坏。那有些人想要省电当然也是可以，你就是把龙头拔起来，但你要定期去确认它有没有电，就是省电的这个动作是 OK 的，只是不要放到没电造成机芯损坏就可以了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石英表快没电的状况说明，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。今天就先这样咯，拜拜。